你青年向前冲，唯一支持杨耀聪。二一。针对挺青年的部分，耀聪已经准备好了，有四五六三个方案与政策哈。四的部分呢，我是会针对我们新创业的这个青年企业，我们四年内免缴营所税，因为我们有统计发现，一般新创业大概三年多它就会阵亡，政府只要四年内免缴营所税，我相信它所结余的盈余可以让它度过困难的第四年，然后就成为未来的独角兽企业。所以四的部分就是四年新创企业免缴营所税，五的部分就是希望我们有创业之后有了一些积蓄，能够购屋成家，所以耀聪主张五年内所有的年轻人首购1500万以内，都所有的利率由政府来负担。那这个利率呢，原则上只要政府会补贴0.5%。由政府来负担。那六的部分呢，我们成家之后呢一定会有小孩子，所以未来要从主张我们的薪资补助会从80%提高到全额，那这些费用全部由政府来负担，会让我们的新手妈妈还有爸爸能够很顺利的来照顾我们的新生的小 baby。所以四五六这三个政策，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青年成为未来国家的栋梁以外，也能够让他们很轻松的来完成他们人生的大事。一，挺青年向前冲，唯一支持杨耀聪。